少儿，少儿，吃饭了。少儿，糟了，就是宋多，是我，杀的就是你。 三公主是天降的灾星，老夫今天为民除害，以保大家的平安。三公主自己也承认她是灾星，对大家愧疚万分。今天就是她自己提出要祭天的。三公主怎么会是灾星啊？ 不知道啊，我记得以前也说过，不可能不是误会吧？三公主一直活着，对咱们也没带来什么灾难呢。别忙，站住！没救了！别忙！别忙！别忙！ 三公主上路。 无贼，大胆，放了三公主。宋多，三公主是天降的灾星，如果老夫放了她，会给百姓带来灾难。再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愿望，老夫只是成全她罢了。 三公主是为了天下苍生免受战乱之苦，才做出此等牺牲的。她这么做，是希望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可你不跪，心如蛇蝎，竟为一己私利劝篡夺位，让国家陷入战乱。你才是秦宁国的大灾星。你利用了三公主的善良，乡亲们。 不能让三公主就这么死了！我们要救救三公主！救三公主！对，救三公主，绝不能让三公主为我们而死！对。乡亲们，吴丞相已经答应善儿，只要善儿肯祭天，就平息战乱。善儿谢谢乡亲们的厚爱，可是，善儿不想再有人因善儿而死了。今日。 就此了结吧！杀公主，不能啊，三公主，点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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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是谁啊？是你？你为什么要救善儿？三公主，你醒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只是受了惊吓。无庆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呢？是无庆不好。 无庆无法看着三公主从我眼前消失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三公主，从无庆第一眼看到你，就深深的被你吸引了。当时只是贪图三公主的美貌，但无庆……说这些干什么？三公主，你听无庆把话讲完。其实，在女人面前，我一直自信。我也曾深深的问过自己，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真的配得上我？ 所有的女人看了我，都会乖乖的听话，只有你。我一见到你，就好像不是我自己了。我之所以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也都是因为你。我只想做一个妙善喜欢的无情。无情，你以为你说这些善儿会信吗？ 你还记得白雀寺被烧那天，有人约你下山的事吗？难道那是救我的人是你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你为什么要救善儿呢？三公主，你一定要把我把话说完吗？好吧，三公主。 善儿，你说无庆这一生唯一真心爱过的女人，善儿一心向佛，早已断了男女之念。无庆，不要在善儿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三公主，我明白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不过你要知道。 我无庆一定会等着你回心转意的那一天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世上的好女子多的是。三公主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啊，这里不会有人发现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待会儿。 小柱子会来给你送饭，告辞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
小的只是说看得下。老爷，少爷不在房里。那小柱子呢？回老爷话，小柱子也不在。听说你大早就和少爷出去了。 小柱子，哎，今天的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我爹。啊，你听明白了？嗯。要是我爹知道了，我就请杀了你。诺少爷，嗯，可是三公主藏在这儿，怕是老爷迟早会发现的，这也瞒不了多长时间呀。爹，你放心。 我爹是不会猜到这儿，那你回去休息。 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三公主呢？孩儿不知。你刚才和小柱子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你把她藏在哪儿了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明白。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来和爹作对。孩儿不知。 你这是在坏爹的大事，知道吗？爹，妙善她与这件事毫无干系，她坏你什么事了？你这是妇人之心，说，把她藏在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这是在考验我的耐心。 来人呐，把小柱子带上来！爹，你就成全了我和善儿吧。你休想！这样的儿媳妇放在我的身边，我就得成天的提心吊胆，防备她克我。她必须死！爹，你不要因为一个女人，我们父子俩。 爹，别那么多废话，进去你就知道了。老爷，小柱子在那儿。让他进来。老爷，三公主在哪儿啊？回老爷的话，小的不知道。
要命啊，是吧？敢跟老夫撒谎！老爷，小的真的不知道。来人呐，将他拖出去，杀了喂狗。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那小的说了就是了。小珠子。 你敢说吗？武清，这个家还是我当，轮不到你说话。小珠子，说。老爷、少爷，你们这不是让小的为难吗？ 老宅了，跪在老宅，在哪儿啊？以前巡城的时候，听手下提到过，事不宜迟，要赶在我回的前面，绝子后。走，带上公子去老宅，让你死了这份心。 就是这儿，好像没人来过。走。来了来了，你们找谁？你们怎么能擅闯私宅呢？善儿在这儿吗？什么善儿？奴婢不知，奴婢是留守这里看门的。你说不说？宋德，吴贵在京城，是否还有另一个旧宅？ 真会躲呀！竟然躲到这儿来，难道你认为你躲在这儿，老夫就找不到你了？善儿从未想过躲藏，吴丞相肯定是误会了。 三公主，你把我这儿子弄得五迷三道，现在与他爹。
老夫我开始作对了。善儿早已皈依佛门，又岂会迷惑他人？只怕是色不迷人，人自迷吧。静儿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嗯，这个女子根本就没想嫁给你，你还为她求情，你为父作对，值吗？爹，儿真心对三公主，儿相信总有一天三公主会为我的真心打动，答应嫁给孩儿的。爹，你就饶过善儿吧。真要为一个女子和为父作对吗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你怎么偏偏选择一个和为父为敌的女子呢？嗯，爹，天下女人是多的是，可善儿只有一个。爹，你就成全了孩儿吧。看来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。嗯，是王位重要还是女人重要？为你做出选择，三公主，莫非你忘了和老夫的约定吗？不会忘。善儿此刻就在丞相眼前，丞相若想要善儿的命，随时可以取之。好，爽快。只要丞相不要忘记答应过善儿的事。老夫答应你的事一定能够做到。如果你再这样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老夫为了大业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包括青儿你。对不住了，老夫现在就送你上天。爹，
三公主，你忘了竞选师太和五百尼众都命丧此恩之手吗？他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宋都哥，无情虽然作恶多端，但我佛慈悲为怀，就给他一次悟道自省的机会吧。三公主，无情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要杀就杀。妙山，我只想和你说最后一句话。 为父想拿回来，可是还来得及呀！欲壑难填，到头来力所能将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
宋都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，来人呐，杀了宋都！是。 都是兄弟姐妹，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？你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时私欲，还是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王权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，正因为你们的相互残杀，而深陷水深火热之中？人与人之间，少些杀戮，多些仁爱，不好吗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多一份仁爱， 那么这个世上，黑暗和痛苦就会少一些，光明和快乐就会多一些。兄弟们，你们的父母亲人正在望眼欲穿地等着你们，放下屠刀，回家去吧。 人马也能要了你的命，杀了他们！是，兄弟们，我们誓死保护三公主。为何世人都看不透呢？ 本将军可以保你条性命。我武守生来就不知道投降二字是如何写的，想让我投降，就来取我的手机好了。哼，好，我可以成全你。大家听着，放下武器，本将军既往不咎。若是执迷无悟，格杀勿论。 不怕本将军吗？吴将军，大势已去，就这点兵力，你根本无法与南部边关军抗衡，不如就降了吧。放屁！我吴守大将军岂能投降？宋都，我要杀了你！ 听说大驸马也已经平安归来，现在已经去觐见主上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门外的军队都已经撤离了，大驸马已经去觐见主上了。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还有。还有什么呀？你急死人了，赶紧说。
还有三公主和二驸马他们也已经回来了。什么？我看见三公主和宋多将军了。真的？把这个贱人拉出去，砍了！主上饶命！主上饶命！这一切都是吴贵让臣妾干的，臣妾也是逼不得已呀！求主上饶命！主上饶命啊！还等什么？求主上饶命！丽儿已经知道错了，父王就饶了她这一命吧。饶她一命，留着她干什么？继续害人呐！父王，如若非要她死，不如让她到寺院中去戴罪修行。既然三公主求情了，就免你一死吧，出家修行去吧。谢主上，谢主上，谢三公主。此次寡人得以保全这个王位，多亏着各位啊。善儿，回家来吧。父王想你了呀。父王，善儿此次下山是为了受苦百姓。既然战乱已经平息了，善儿还是想要回到大香山寺去继续修行。那寡人只好依着你了。二驸马，这是你的功劳不小，寡人赏赐你点什么呢？回主上，宋多不要赏赐，只希望主上下旨，免除我与二公主的婚约。为什么？主上，我宋多愿今生追随三公主，保她平安。强扭的瓜不甜呐！准奏，准奏。谢主上。善儿，你母后为了你的事情离家出走，眼下寡人都不知道她在哪里。大将军，主上，王后现已四处云游去了，你就没必要再挂念她了。来人，赏薄大将军黄金1000两。谢主上赏赐，臣不敢也不需要接受主上的恩赐，就把这些恩赐赏给那些百姓们吧。也好，这次寡人就依了你了。大驸马，臣在。这一回你也受累了，寡人赐你黄金100两，晋升3级。臣不需要赏赐，只求主上平安康泰。
边，力所名将中。